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基隆长庚医院投下了700多万元捐建的长廊式候车亭正式启用，而候车亭中还展现出基隆之美摄影比赛的作品，吸引了许多等车或路过的民众驻足欣赏，大家看了都说很赞。这是市政府的指导与协助，好让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比较好安全的部分。对，还没有小时候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属于在我们的一个城市风景的一些一些作品哈，那像对都很漂亮，对很漂亮，就接到我们的一个镇定一个彩色屋的打卡一个热点哈。那还有后面就是在我们的一些民俗活动的部分。这个糟糕，这个以后哈，人家来看来医院看病之后，在这边的这个长廊式的那个候车亭，以后都要求市政府。全部的那个候车亭，然后比较大一点。市长漂亮，赞成，漂亮啊，对啊，可以打造一座一个英雄。好，这舒服的哈，赞哈，赞，看起来景观就很棒。所以他可以做到。你到哪位？到集训。哦，拜拜，拜拜。好，然后大家有看到这个长廊式的候车亭啊，有很漂亮的这些摄影比赛的一个作品。这个都是我们第四届美丽基隆摄影比赛得奖的一些作品，我们也把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展示，让更多的一个市民，甚至是外县市来基隆看病的市民，能够同步的欣赏到基隆的美丽，然后也把这份美丽能够帮我们宣传出去，然后带给更多的一个民众，也欢迎更多人到基隆来玩。那这个候车亭不仅仅只有候车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基隆市政府观销处来做一个合作，来做城市行销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长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候车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基隆在地的景点的介绍，这个是跟我们观销处的第四届的美丽基隆来做一个合作。那我们挑选了12件比赛的作品来做一个布置。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基隆的长庚医院，那他每一年呢来这里就医的这样的一个民众其实是蛮多的哈。那刚刚依据我们这个赖院长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如果有3000名，大概我来自外县市有3000名的这样的一个就医的民众呢，那再加上陪病的这些家人或者朋友，大概有6000多人哦。来到这个地方就医，那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看到我们基隆的这一些漂亮的照片跟意象。那除此以外呢，我想我们也希望这边的市民呢更多的了解基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照片呢哈，都是我们基隆在地很漂亮的这一些景点，包括我们的外木山、我们的求子山灯塔，那以及还有我们的正滨渔港色彩屋，那也结合了很多人文活动的意象，包括像我们的中元祭、我们的城隍庙的迎城隍，都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林佑昌市长在受赠仪式上特别致赠感谢状给长庚赖其军院长，感谢基隆长庚造福就医及临近民众。澳当西拉利压我传来信哦，这个雨伞也被吹走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医院也一直在思考说，在什么样适当的时间能够提供病人更舒适的环境，尤其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就医的病人，他的年龄又越来越大。基隆的雨，基隆的风不是直接下来，而是卷的。想象一下，当你一个家属推着轮椅，然后还要撑着雨伞，帮你的家人撑着雨伞，然后那个忽然急强风过来，把那个伞卷走，那个狼狈。那个不安，就是让我们旁边看人都觉得很心疼。他认为这个高规格的升级版候车亭相当具有代表性，不断温暖又贴心，而且还是外来民众认识我们美丽基隆的重要节点。这个长庚医院前的长廊式的候车亭是升级版的升级版，所以未来大家来到长庚医院看病呢，其实会发现说这边的候车环境改变非常的多，而且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可能会淋到雨。这个温暖的捐赠仪式，除了市长、
副议长、立委出席，安乐区的市议员包括秦真、庄景田、郑凯琳、张志豪议员都到场来见证，感谢长庚基隆医院的温馨义举，造福弱势。长庚医院有一个从基隆长庚到台北长庚2002的这样的一个班次，那原来是泛洋客运经营，后来它没办法经营下去之后，希望由国光来代持。那我在中央的部分，我们有在跟工作总局协商，在日前工作总局也帮忙协商出新的业者决定来接手2002这个班次，所以这个班次不会停掉，会继续服务更多的好朋友。记者黄日升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在基隆召开会员大会，而在会中改选总会长郑锦州，获得各地体育会的支持，不负众望，顺利当选。常务理事里面要选出一位我们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会，就是第六届的我们的这个会长，那会长目前看起来唯一人选就是郑锦州，是不是以最热情的掌声来通过我们郑锦州当选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18号在基隆碧海楼餐厅召开会员大会，而会中改选总会长，由各地体育会一致鼓掌通过郑锦州担任新任总会长。基隆市教育处长林助理也特别到场祝贺。而新任总会长郑锦州说，感谢所有的体育会帮忙，一起来为地方体育贡献心力，因为推广体育任重道远。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改选，而且承蒙我们22个县市还有台湾体总会各县市的支持，我再来当全国的理事长。而且因为我们这两天立法院刚通过捐赠体育的免税法，所以让我们今天很多企业界大家很高兴，当场都捐了360万的推展体育的基金。应该我们来捐500-600万应该可以了，而且发展推展体育，而且在这里会感谢各县市的支持。我们这个联合会第六届新任的理监事，还有呢新任的理事长跟副理事长，那现阶段台湾大家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大家不分政党、不分蓝绿、不分你我，都是台湾体育优先，大家全心全力来支持体育的这个政策跟活动，来支持所有的体育的选手，所以运动的这个我们的奖励条例最近立法院也通过了，所以所有的企业界跟个人只要有能力，你都可以捐款来赞助体育团体或是体育选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体育哦，这是非常烧钱的所在。因为培养选手哦，这条路非常坎坷啦。体育内底时哦，拢无分哪力，但是有分是非。所以好人时哦，好人时哦，拢一颗时哦，真红个赤死的心啊来付出。总会长郑锦州表示，未来会持续多办体育活动，因为运动不仅可以让民众身心灵健康，也可以创造各地的商机。因为明天我们基隆是办全国健走，外县市有180几台的车来，希望说我们多办这个活动，不管说对我们基隆市的旅馆，还有餐饮业，还有卖纪念品的，我刚知道今天年增就卖了好几百万了。所以说我希望说多办这个活动，创造基隆的经济，让我们体育产业和我们的经济结合在一起，让基隆市多办活动，多赚一点外县市的机会来。记者王日升采访报道。迈入第五届的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的活动重回基隆外木山举办，吸引了近3万来自全国各县市及离岛的金门、马祖民众参加。主办单位还在现场配置有红外线、体温感测器等防疫设施，让参加的民众在难得的冬阳下安心享受基隆的山海美景。在基隆市长林佑昌、基隆市会副议长林佩祥及立委蔡适应、邱成远与基隆庆安宫主委童勇、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汪辉、中华民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理事长郑锦州等人共同鸣笛下，民众从起点外木山渔港停车场出发，走向道伦沙滩。
第五届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再次回到外木山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县市将近30,000人参加，甚至还有离岛的民众跨海前来，整个外木山沿岸满满都是人潮。因为海很多很长的海边，风景都非常好，空气又好，所以这个难得的地方也可以是所选的。有了好风景，有了好地方文化，又有好人，尤其我们理事长、我们的县长，还有全体大家从澎湖啦还有马祖啦还有金门，都一起来叫共襄盛举。那其实这个活动呢，其实彰显出我们全民都非常喜爱各式各样的运动，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健走活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民众从事其他的类型的活动，也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万人健行啊，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哈。我们特别来这个基隆取经哈，我们也很希望明年全国第一大镇草屯镇哈，可以争取到这么大型的这个健行活动哈。看到今天这么热烈哈，我看到将近有30,000人以上哈，这是一个盛会。这项全国大型活动也为基隆带来满满的商机，不但餐厅间间爆满，饭店旅馆更是不够住。金门、马祖还有澎湖，昨天晚上都已经基隆的饭店都不够，被人家骂死了，真的这样。包括屏东县的4台游览车也去到汐止去住，而且高雄是没有车，没有房间都没有来住宿，基隆餐厅旅社都满了。基隆市长林佑昌等人也热情欢迎各县市民众来基隆享受无敌的山海美景，同时希望能留在基隆多多消费。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徐风凉凉哦，然后也非常的舒适，还出太阳哦，所以我想是一个非常适合健走的一个日子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那也留在基隆多多消费哦，促进基隆在地这个伴手礼业者的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营业额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万木山这么漂亮的海港，然后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一起过来走一走，动一动，抽个奖，让说难得闷那么久的这个不开心的想法，不开心的地方，一次把它疏泄干净。那今天基隆的天气非常好，那来看一下我们外木山的整个的风景的改变哈，因为我们争取把它纳入北关风景区之后，这几年的改善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我们欢迎今天大家来这边玩得非常愉快，那健行完毕之后也能在基隆好好的享受基隆的美食。非常高兴可以在基隆跟大家相会。那等一下的健走活动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哈。那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北海岸的风光，还有基隆的风情。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主办单位配置了红外线体温感测器等防疫设施，希望让参加民众安心。这一次防疫部分特别有，拜托长庚有2台我们长庚的入口处的红外线那个量体温的，而且我们还有20个举牌的，还有12个在喷酒精的，我们防疫设备做得非常好，符合国家的标准来做的。基隆市长林佑昌也邀请各县市民众参加明年4月22号到5月1号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感受令人耳目一新的基隆城市新风貌。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会在我们整个城市的范围里面来做策展。那我相信大家期待已久哈，所以也在这边邀请全国的民众，在明年的4月22号来到基隆来看一场，别开生面，而且绝对让你耳目一新的一场城市博览会。活动现场还提供6台机车、120台变速脚踏车等丰富摸彩品，以及在地美食园游会活动。希望在疫情趋缓下，鼓励大家多多走出户外，运动更健康。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日本火山爆发后，台湾北海岸也出现了火山浮石。基隆外木山10多艘渔船因为冷却系统吸入了浮石，造成了故障。在立委蔡适宜的邀请下，中央与地方渔民现场会勘，希望争取专案补助，减少渔民的损失。基隆外木山渔港内整片被黄灰色的浮游物覆盖，瞬间成了阴阳海。这些漂浮物都是布满气孔的小石粒浮石。一旁清洁人员拿着网子，不停在水面上捞啊捞，数量之多，怎么捞都捞不完。那我们就以万木山渔港这个为例，从我们这个礼拜天开始到今天，
这短短几天，我们大概已经万木山就已经清了大概十吨左右。那其他渔港啊，大概数量加起来差不多这样子哈。所以说，我们的浮石在各港区其实都还蛮严重的。但是说我们还是有请目标的清洁厂商务必要将我们的港区啊，只要一有浮石，我们立即要把它清除。大批的渔船停在港内，不敢出港，拿出了照片。渔船的冷却系统坏了，光是修理费就是一笔数目。天然的东西，它你看现在外海现在一直在进来，然后你人工一直在清，也没办法完全清除。对，我们是希望说老天爷赶快把天气转好，把它捞完，对渔民的一个给渔民一个方便。那损失我们就只有自己请师傅来处理啊，然后动辄就是几千块，最多上万块的。现在渔民都受损以后就不能出海捕鱼了。不能出海捕鱼，那他们在生计上就受到影响了 所以说我们希望政府能看用什么来补助我们这渔民的损失啊。立委蔡适应邀集了中央海保署、渔业署等单位到现场会勘，希望能够帮渔民争取补助。我们的渔业的部分也影响非常的大，有许多的渔船，甚至因为这样子，它在出港捕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它的机器受损，或者它甚至要绕道的关系，才避免被浮石影响。那这个部分受损的部分，渔会理事长刚才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也请海委会，跟着农委会，我们地方政府还有我们的渔会一起来统计相关的资料，来让渔业署来做一个专案的了解，看要如何来协助他们。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时间，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会不会造成我们的渔民没有办法出海作业的问题？那我也请我们的渔业署委员会再做后续的相关的来讨论。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港口的清洁，因为这样的一个进来对港口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部分来讲，我们已经是定的这个分为一类或二类渔港，就有各港口的主管专责单位来做清除。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清除的预算不够的部分，那也会向渔业署来申请专案的来补给。那这样的补不是只有基隆而已，日本浮石也造成我们现在渔民要出去捕鱼的时候，往往有造成一些我们船只或者是有引擎上的损坏。当然，因为日本浮石现在并非属于我们天然灾害，所以对渔民是没有任何的补助的。所以我一定要呼吁，一定要用专案的方式，对我们这些所有影响到的渔民的生计提供一些的补助。当然，我们也要请市政府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在这边万木山或者是我们的相关渔港有这边日本浮石的问题，一定要加强的清洁。日本飘来的浮石侵害到底算不算天然灾害，还有待专家讨论。但眼前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渔民的生计。记者黄绍明进行报道。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我想要住豪宅开名车，我想要天天刷名牌包，顿顿吃高级料理。来，现在签下去，你就是人生赢家啦！醒醒吧，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应征工作时要确认真实性，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基隆市政府关心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真的很不容易，守护重要的家人，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族群，提供各种协助。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征才活动，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基隆知名的连锁烘焙坊推出了冬季限定的人气草莓商品，包括了一次加入24颗草莓的豪华版鲜草莓长条蛋糕，热销商品之一的维也纳草莓卷及好吃又讨喜的草莓元宝，还有草莓奶酪及慕斯等甜点。另外店家也推出应景的圣诞造型蛋糕，吸睛可爱。蓬松的两层日本戚风蛋糕中加入爆量的24颗大湖草莓，搭配香醇清爽的奶油内馅，就是最抢手的鲜草莓长条蛋糕。那它在温莎堡售价是非常平价的，然后呢它也是用黄金的戚风蛋糕，然后加入24颗的大湖草莓，对，那也是有加了卡斯达酱，然后
一起融合而成的一个很松软的一个蛋糕，那吃起来的话是酸甜不腻的口感，那非常适合就是大小朋友就是平常庆祝的时候也可以订购这个蛋糕。将乳酪慕斯与四公分高的大草莓卷入海绵蛋糕中，热销商品之一的维纳草莓卷一切开就是满满的幸福感。那它这里面也是加入大颗的大湖草莓跟那个艾乐维鲜奶油，法国艾乐维鲜奶油，然后呈现出很饱满的蛋糕基体。纯粹草莓蛋糕及大湖草莓，加上欧洲进口六倍乳的美好恋情，限量发售，售完不补。它是最单纯的草莓蛋糕基体，然后加入大颗的大湖草莓，对，然后它里面也有一点卡士达酱，所以它吃起来的话是不会太甜，然后又很口感又是很细致很顺。对，所以它非常适合就是过节或是说生日的时候庆祝的时候搭配的一个蛋糕。采用独特烤式制作法，同时将大号草莓一起夹进特制铜锣烧外皮的草莓元宝，讨喜又美味。店家表示，第一波草莓季推出多款新商品，包括草莓奶酪及草莓慕斯杯等甜品，来迎接圣诞节的到来。那总共有大概四至五项的新品，对，然后包括草莓奶酪、草莓慕斯杯，然后草莓鲜草莓蛋糕，然后草莓裸蛋糕，还有我们的那个草莓元宝，就是加入了大甲芋头，对，那用新鲜的内馅，用烤式的方式结合铜锣烧的外皮，对，那这整体呈现是非常可爱，然后外形又很吸睛的。造型应景又可爱的各式草莓蛋糕甜点一推出就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直说一定会买。好看啊，很好看，对啊，对啊，我会觉得草莓给人一种很浪漫的感觉，然后会有很想吃的感觉。迎接粉红草莓季到来，店家也推出赖会员专属优惠，到1月23号前购买维纳草莓卷及鲜草莓长条蛋糕，使用电子券可折50元。另外还有限量的圣诞优惠组合，草莓控可千万别错过，在冬季享受酸甜幸福好滋味。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基隆市失智社区服务据点第一场绘本导读活动在安泰护理之家的仁爱区失智社区服务点举行，结合长者制作粘土相框活动，希望训练失智症长者的脑力及手部的肌力，并促进失智症长者与家属之间的互动关系。两个人一组，年轻的绘本导读老师卖力的用活泼的肢体语言和问答，用台语导读《爷爷您会忘记我吗》这本绘本说故事。绘本内容在于述说小女孩和爷爷在海边堆沙堡、看海鸥、吃三明治等游玩的事。哦，就几块三明治，三块嘛，吼，安尼我的三明治嘞，哈，阿姨你有看到吗？边啊呀。主办单位也特地请来粘土老师教导失智症长者和家属一起用粘土制作海洋相框，希望让在场看导读以及玩粘土相框制作的失智症长者和家属都能够回想曾经共同在海边游玩的记忆，刺激训练长者的脑力以及手部的肌力，也促进双方面的互动关系。因为我们绘本内容有提到海洋相关的主题，那也让我们基隆在地的长辈可以做一些我们在地的渔港生活、海港生活等等去做连接。那我们也延续着做我们的一个海洋的相框的部分，我们透过粘土相框的制作，揉捏粘土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促进长辈他们手部肌肉的触觉刺激，还有精细动作的一些促进等等。那我们让家属及失智症长辈共同制作一个失智的记忆的相框，那也让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回忆起相关过往的海洋的经历。那其实每一个回忆对长辈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故事，这样子。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引导家属及个案去回想起这样子的过往的生活经历，然后也可以促进失智症患者跟家属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带着公公以及罹患轻微失智症婆婆一起来参加绘本导读活动的个案家属认为，这种活动的安排真的很不错。我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而且他们可能透过看、听再加上看的话，他会印象深刻说，我曾经会这样做，或是说我曾经有做过这样子，他们会比较感同身受这样子。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指导私立安泰护理之家主办，基隆长庚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协办，是全基隆市失智社区服务据点第一场绘本导读活动，选择设在安泰护理之家的仁爱区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举行。负责指导的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表示，将会从第一场的绘本导读活动中改善缺失，精益求精，持续将绘本导读活动扩散到每一区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举办。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 AI 技术可以移花接木，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布。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透过各种管道来查证。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样，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嘉集团关心您。